也让媒体朋友们我们一起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最浪漫的时刻。嗯，好。艺人陈妍希去年七月和内地男星陈晓浪漫完婚后，随即于去年底生下了宝贝儿子小星星。虽然早前他被狗仔直击，身形似乎还没有恢复，然而近期复出的他为杂志拍摄一系列的时尚照，陈妍希只穿着白色低胸背心和超短热裤入镜，几乎比生产前还要瘦的身材让人惊艳。陈妍希近日为内地男人帮杂志拍照，由于主题是家居休闲风格，她穿着白色小背心加短热裤，一下子趴在脸盆上，一下又坐在浴缸里，一双修长雪白的美腿超喷火，上半身几乎没有什么赘肉，堪称比生产前还要瘦。曾经被戏称为小笼包的她，胸前白嫩丰满的雪乳也让粉丝相当惊艳，不少人夸赞陈妍希升格人母之后全身散发成熟的魅力。